今天给你们展示一下灰灰的智商。喂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两种人最惹人烦？哪两种人？第一种是说话说到一半的人。我也特别讨厌这种人，我烦得很。对吧？我也特别讨厌。哼。第二种呢？第二种呢？什么第二种？我问你第二种是哪个种人啊？哪种人讨厌啊？你们俩不是说了说一下，你说干什么？什么？我问你第二种呢？什么第二种？第二种哪种人啊？你刚刚说的，你刚才跟我说的第二种哪种人？你笑什么呢？第二种呢？没有第二种。有第二种就说一种，第二种呢？不想跟你说话。不，我这回再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这次一定把话说完，行吗？就是假如你是一个盲人的话，你想喝水，你要怎么做？盲人。哦，好，喝水，喝水，不错。那如果你想染头发呢？哦，染粉色是吧？啊，明白，明白。如果你想吃饭呢？哦，饿了哦，可以可以。可是你是一个盲人啊。对啊，我表达不对吗？盲人是可以说话的。对啊，盲人。我好蠢。